大家好，我是软软。大家好。今天吃寿喜锅，为什么会吃寿喜锅？是因为我买了新锅，我想展示一下。还有新的那个炉子，还有就是因为有一个小伙伴发私信给我说，希望我跟大胖去吃寿喜烧的自助餐。可是我寿喜烧自助餐之前已经录过两次了，所以我打算在家里面做。对，然后我们碗里面的是寿喜锅必备的生鸡蛋，这个生鸡蛋是消毒过的，无菌的，可以生吃的。嗯。好吧，先说一下啊。嗯。然后这个蛋要先把它打匀。你不能说它无菌蛋，其实它还是有菌的，它就是生食蛋。对，生食蛋。等。就先把蛋给打匀，然后热的食材直接包裹着蛋液吃下去，味道会很好。先帮我爸打。先。因为里面有猴头菇和肥牛，我爸非常喜欢。然后我爸现在出门吃饭了，去外面应酬了，然后所以我们给他留一点。来，我帮你。我先吃口肥牛啊。猴头菇，猴头菇知道吗？大家，猴头菇吃完对肠对肠胃好一点的。然后，我来吃玉米。肥牛。给他两囊玉米吧。嗯。好，这个火。这个锅的汤底。这个火可以小点或者关掉。嗯。小点关掉。小点，不要关。这个锅的汤底，我用的是这个。他也要吧。要的。都给他拿点，肥牛也不要太多，他吃不掉，晚上吃好饭回来。你给他猴头菇再弄一块，这个，然后那个底料我用的就是日本的那个浓缩的寿喜锅的那个汁，现成的，倒进去，然后呛点水就可以了。这是鱼豆腐，上次吃剩的。好，尝尝看。就我们放了那个蓬蒿、玉米、蟹肉棒、鱼豆腐，还有那个豆腐。感觉自己做比外面做更加实在。好，先尝尝看，看一下软软调的口味怎么样。一开始我会弄的比较淡，因为等一下会越煮越浓的。哦，果然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超厉害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牡蛎，就是我买了很多是那个剥好的牡蛎。然后这是我已经煮过的，可以直接吃。你可以，其实我忘记倒酱油了，但我们应该倒点酱油。这里面不是本身就有酱油吗？有点淡呀。嗯，这个牡蛎我煮的很透，很好吃。哦，这锅有点太小。这锅子就是好啊，这么小的火都没跳掉。对于卡式炉，尝尝看肥牛好吧，肥牛。嗯，这牡蛎好好吃啊。哇，肥牛包裹的蛋液，配上那个寿喜锅的酱汁，好辣呀！尝尝，等一下。最近我的手稍微好一点。这个肥牛很贵的。嗯。这个肥牛我买的是比较贵的肥牛。嗯。嗯，我猴头锅。好吃。猴头锅。我也尝过，吸满了这个汤汁的锅，锅的汤汁。尝尝看，好吧，哇，甜甜的。这猴头菇包裹的蛋液瞬间变黄颜色，废话，不然什么颜色？有点烫，吃不下去。好，我先尝尝蓬蒿，因为蓬蒿我们是为了好看嘛，所以一开始锅里就加了。讲道理，像我这种专业的，就是专业的吃客来说，这个蔬菜要最后放，是吧？好像打结打到一起了。我想和软软，我想和软软一人一半。不要，你全部要我。我的蛋液，哇哦！我想肥牛，我是肥牛狂魔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佳佳，你干嘛？嗯，很好好吃。嗯嗯。像我吃火锅必备，香菇，香菇太好吃了。嗯。哦，太棒了，这香菇。进了那个甜甜的汁，对啊。对，
就是这个酱汁跟蛋液混在一起的。哇哇，嗯，接不起来。哇哇哇，嗯，什么东西卡到牙齿？你在干嘛？我不是卡到牙齿啊。哦，这边还有我买的这个骨，白玉骨，这个骨叫什么骨？白玉骨，真的吗？好像是，真假的。怎么样？嗯，好香啊！你帮我爸煎了吗？香菇？就是，我那个非常搞不懂一个点，就是香菇跟香菜同样前面都是香，为什么香菜这么臭呢？香菇这么香呢？香菜好吃啊。哇，嗯，对于我而言，寿喜锅里面的灵魂是白牛。我的灵魂是菇类，哇，猴头菇应该已经有点凉了，然后它包裹着蛋液，看看，哇，嗯，好吃，嗯，你觉得自己在家吃比在外面吃还爽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家吃不用那个长途跋涉，因为我们比如说去那个吃一次的话，但是自己家吃畅吃还是没有阿九畅吃爽。嗯，我去那种寿喜锅放题式的，我就喜欢狂吃那个肥牛。哇，一个玉米，锅子里东西撩完，我们开始煮下一步了，好吧？嗯。你那蟹肉棒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吃过了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豆腐怎么办？豆腐，我把它最好想办法把它撩起来，是吧？拿勺子去。我拿勺子去。那这个菇你还没怎么吃呢，这菇也很好吃。我拿勺子去。我觉得寿喜锅比较就是感觉很健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是不是因为它清淡？对，我们今天都蛮养生的，对吧？对，难得养生一回，好吧。好，接下来放玉米，这个牡蛎，玉米，嗯，我玉米我也很喜欢吃玉米，玉米。然后猴头菇，猴头菇蛮贵的。然后两位，所有的牡蛎，来看看啊，牡蛎直接这样吃，嗯，待会这个锅会变成青色的颜色的，牡蛎不能煮进去，直接这样吃，就腿是最后再煮啊，那把整个锅都腥掉了。那空出来位置先把这些煮掉，开火。嗯，你可以把蔬菜都煮掉。那个豆腐你是放点啥？哦，对，还有再放点豆腐，哇，然后玉米，玉米锅了呗，玉米锅，这些玉米软软会全部吃光，好吧？要不要稍微加点水？感觉好像有点浅了。嗯，过一会儿。好，我先吃东西。你被拿水壶拿过来。等会儿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哇，这个蟹肉棒也超配。
你多吃点牡蛎啊，我爸刚刚说牡蛎壮阳的。你说你爸吃了没用？这段我截给他看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这个漫长等待再次煮熟。先吃玉米，头颅管再煮一会儿，敲个蛋进去。OK。想到以前看那个李光洙。李光洙？那时候不是看到另外那个蛋这样敲，什么熟鸡蛋敲，然后那个李光洙是那个生鸡蛋敲在头上。哦，居然是真的。来，我来帮你煎。宝宝，我帮你煎啊。干嘛去？再给我爸煎两个。装作不认识我。他超喜欢吃玉米，我爸跟我一样喜欢吃水果玉米。我都不给这个小的给他，已经煮透的给他。那我吃两个玉米。我都不再煮一会儿，我先吃玉米。耶、yeah.。而且每次去吃那个寿喜锅，问他们要那个鸡蛋，他们都很小气的，不太肯给的，自己家想怎么放怎么放。对，反正用的也是自己的钱。哼，小伙伴，如果觉得我们视频好玩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赞，好吧？因为那个现在哔哩哔哩有了差评系统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赞来把我们的差评给盖掉。人家听完你这句话以后就去点赞，然后喜欢小伙伴可以点个关注键。很多很多有什么小伙伴只看我视频不点关注，这个是流氓行为，流氓耍流氓。哇，这猴头菇怎么隆隆这么大一盆啊！我的天哪，是不是要可以撩出来？撩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这个漫长等待再次煮熟。先吃玉米，头颅管再煮一会儿。敲个蛋进去。OK。想到以前看那个李光洙。李光洙？那时候不是看到另外那个蛋这样敲，什么熟鸡蛋敲，然后那个李光洙是那个生鸡蛋敲在头上。哦，居然是真的。我来帮你煎，宝宝，我帮你煎啊。干嘛去？再给我爸煎两个。装作不认识我。他超喜欢吃玉米，我爸跟我一样喜欢吃水果玉米。我都不给这个小的给他，已经煮透的给他。那我吃两个玉米。我都不再煮一会儿，我先吃玉米。耶、yeah. ！而且每次去吃那个寿喜锅，问他们要那个鸡蛋，他们都很小气的，不太肯给的，自己家想怎么放怎么放。对，反正用的也是自己的钱。哼，小伙伴，如果觉得我们视频好玩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赞，好吧？因为那个现在哔哩哔哩有了差评系统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赞来把我们的差评给盖掉。人家听完你这句话以后就去点赞。然后喜欢小伙伴可以点个关注键。很多很多有什么小伙伴只看我视频不点关注，这个是流氓行为，流氓耍流氓。哇，这猴头菇怎么隆隆这么大一盆啊！我的天哪，是不是要可以撩出来？撩出来？你可以再帮我爸煎一点。等一下，先让猴头菇再稍微煮一会儿。猴头菇把汤都吸光了。Nice 啊，这样子猴头菇才够鲜，很咸鲜。哦，猴头菇越煮越多。
哦，好吃玉米，哇哦，嗯，它的这个蛋液包在玉米上面，口感很好。我跟大胖这两天很忙，我们买了新的桌子，还买了新的电脑，两个电脑完全不懂的人在那里一直研究研究研究。嗯，今天总算买好了，饼到那个饼，想饼到那个618饼不到了，然后饼到了那个3C节，发现3C券一张都不那个。嗯。哦，有一个能用，减了30块钱。我们那个视频做两年，然后这种收到电池跟那个鼓励金，这次通通拿出来买了一台电脑，10000块钱，两年。电脑不止10000块钱，我们还倒贴了，对啊。嗯。哦，好多姑娘好了，买成品，还有耶，嗯，好，这样我们送吧。好多啊，感觉吃不掉好多个。尽量吃呀。猴头菇吃了对身体好，你把碗稍微端起来一点，我放你接到碗里面去。什么时候煮肉啊？想吃肉。猴头菇先煎掉呀。好，现在你吃吧。这么多吗？你再吃一块，上有伤有量啊！哇，那也太多了吧。肥牛煮的也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把猴头菇也吃的差不多了。讲话怎么这样子？然后就开始吃肥牛了，就稍微吃点肥牛吧。猴头菇吃多了咽都咽不下去了，吃的卡在那个喉咙里面。可能我买这个品质不好，太老了，没有上次我们的小辉哥吃的好吃。嗯。哇。哇。只要包裹着蛋液，嗯，蛋液全包裹，好看，相当 nice。我把我开小一点。这个肥牛而且品质好，所以很香的。嗯。哇哦！吃肉吃到爽。嗯。啊。哇哦！哦，那也快包裹完了。有些蛋液都被烫熟了。Nice。
什么它这个寿喜锅那甜甜的味道和这个肥牛做搭哦，对吧？主要还有蛋液的原因。嗯，刚才我们吃寿喜锅蛋液不是很多嘛，然后你很烫的东西直接进去后直接可以吃，对，会被这个蛋液温度中和掉，中和掉，这样子就特别爽，特别爽。好，最后炒两个白芷兰。你喷蒿再不做了？嗯，吃不掉了是吗？吃啊是啊，先吃蓬蒿菜。蓬蒿菜我不要吃那么多。那我少了。好的，我多吃点蔬菜嘛。还有，这很快的是吧？嗯，20秒。好。可以吃了哈。这个新锅很好，超级好吃。这个新锅子很好用的。嗯。下面调节的很准的。很准的，贵啊！我不信锅，信炉子。嗯，嗯，白薯蛋可以挑进去了，其实它煮了蛮久的。现在泡进去会影响它的外形。好，现在可以炒。现在这个蓬蒿菜软了，腾出个地方。红色吧。稍微要。别碰到这个，很烫的。不会，我会好好的保护自己。你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讲这种很恶心的话，骚话？水煮蛋，你们那边叫那个水叫水煮蛋叫什么名字？石破菜。石破菜。好傻。傻过头了有点。比你好点。蠢到爆炸。你要吗？对啊，一口。来，碗。软软他不太喜欢吃这种蔬菜，绿叶菜不喜欢吃。你平时青椒什么都不吃，都我帮你吃掉的。香菜不吃，青椒不吃的人。因为臭啊，他们俩都很臭。挑食。我这不是挑食，我是讲究。来，再吃个玉米。来，我再吃个玉米。吃回了。牡蛎要稍微放点进去滚一下吧，沾点鲜味。我不吃了。好，那你放你自己的量。哇，这个蓬蒿菜好好吃啊！那肯定的呀，我选的蔬菜啊。我让你买的。我选的。我让你买的呀。我选的。那我让你买的呀。对啊，我选的呀。对，但还稍微再差一点功夫，要让它这个……哦，我知道怎么弄了，要把这个滚烫的东西浇在上面。这样子它上面的蛋黄就会迅速凝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锅是不粘的，不粘锅。
沾寿喜锅，这锅还蛮好看的啊。嗯，我们主动去买寿司的，你知道洗起来比较麻烦，好好洗啊。好了，我关掉了。里面要洗干净。你干嘛反复提那个这个锅啊？推广啊？王比斯比。好看呀！就你们看到好看的东西，不会一直想说好看吗？不会啊。这个锅蛮贵的，然后我看到第一眼就爱上它了，我就买了。一个吃货，不只是吃东西的好吃，它的一些器具也要好吃，也要美观。所以很多吃货都会去像我一样去逛一些碗呀、杯子呀什么的，对啊。No。我们是吃货，你不是吃货，你是猪。猪也无所谓的，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吃。这个蓬蒿蛮好吃的，很嫩。现在是不是正好在吃蓬蒿的季节？对啊，蓬蒿第一要选的好，第二它煮的时间一定要掐到秒，说好93秒就不能多一秒。和你这人讲话就很没劲的，很超过一秒它就老了，哎，晚它晚了一秒它就没熟，你知道吧？像我们一样讲究。现在蛋我为什么要拿出来？就让它在这锅里面慢慢的焖，好吧。来碗，其实我是忘了，原来还有蛋，哦，好像有点粘了。前面让你铲一下。不粘锅，嘿嘿，讲个笑话，不粘锅不粘。是不粘呀？粘不了。不粘锅粘了。哪里粘了？哦不，哦不，你很油腻的，你今天这样子弹幕要说你油腻了。油腻的中年男子少年吃播啊。流出来那种就是很黏很黏的，可以把嘴巴黏住那种感觉，很厚实的感觉。然后外边的蛋很嫩，上面又带着一点寿喜锅那种甜味 ，nice。嗯，啊，我吃好了，好爽啊！我尝尝看最后这个蛋，哇！我们健康、豪华又美味的一顿，实惠便宜的一顿，吃完就好了。经济实惠啊。嗯，除了肥牛以外其他东西都蛮便宜的。哦，那个猴头菇鬼。哇，干嘛啊，在哪身上？刚刚为什么头一直这么乱？这头顶。嗯，好吃。你看看大家打个招呼。老妈，你怎么不深情地看着我了？你不是看我很深情的吗？他在看吃的东西。不，他看我。他在看墙上的蛋。喊上来。你别引诱他呀。哇，好过分啊！他的心在抖。啊、哦。
那个前两天有私信小有小伙伴私信我，问我港澳是什么品种，他也想买一只。港澳是约克夏和丝毛根的混种，混血。好，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边了，喜欢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关注键，点个赞，不喜欢小伙伴可以点个差评，来啊，神经病啊，拜拜。